大家好啊！欢迎收听财经 ABC 啊！录音嘅时候咧系星期四晚啊，7月11号夜晚，大概啊7点钟到啦。咁麻烦大家分享、留言、赞好同埋今日拣嚟个啷啷，记得 kick 晒全部先咁多段片啊！正所谓有讲理台，冇穷人，冇穷人咯。系啊，嗱，上集啊，我哋就讲咗啊呢一个嘅财政部回购啦，咁亦都系讲咗日本嘅系咁狂跌啊，同埋咧大蒙条衰仔啊沽晒货咧就喺度唱淡咯，咁啊到底啊今次啊会系点嘅流向咧个状况？唔知啦，啊真系呢个到年尾啊非常之凶险啊，应该冇事嘅系咪？好啦，阿习大大就系话咧，佢都系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啦，就唔会话咩接啲咩生意啊拆烂晒啲嘢，唔会咁做嘅。咁啊吓，咁啊系啊吓，大家生活都好啲啦，咁样啦。哎呀，呢个咧真系好值得回味啊！点解咁讲咧？因为咧，大家都记得啦，早十零年前咧，我哋中央咧就成日俾啲西人怼咧，话我哋破坏环境严重啊，等等等等嗰啲嘢。但系有冇发现咧？近呢几年咧，我哋抬头喺香岛啊，都见到蓝天白云嘅 frequency 高过十零年前好多。系啊，啱啊，啲人话经济好嘛。哎呀！其实呢喺啲工厂呢就第一就去咗第二啦，第二呢环保政策做多咗好多啊。嗱呢个呢亦都要讲返啦 ,for example, 我哋嘅深圳湾曾经呢去年呢有啲布氏鲸嚟到啊。咦鲸鱼啊布氏鲸啊嗰条布氏鲸呢、哦、原来出咗名系咩呢嘴雕水质靓先至嚟嘅。系啦，咁啊花踩啦，咁样。所以咧呢啲冇得拗嘅，甚至乎我哋睇翻呢啲长江流域啊等等嗰啲咧，开始咧啲鱼苗啊等等嗰啲咧，亦都系搞翻掂晒。嗱，咁点解特登要讲呢个咧？嗱，大家千祈唔好睇到话，哎呢啲环保嘅嘢，有冇啲经济效果啊？唉、哎，你睇埋今次咧，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你睇呢条塞纳河就知噶啦。哦，未睇到住过都吓、啊、一个月到啲赛事进行嘅，系啊，嗱，因为点解特登要提佢咧？因为咧，依家塞纳河喺度讲紧咧，啲水上活动咧就应该有机会搞唔成噶啦，吓啲奥运水上活动，甚至乎讲紧开幕式啊，谂紧使唔使要移灯换灯添啊？哎呀，冇眼睇咯，咩移灯换灯即系做，即系去第二度。不过呢个系有啲人 propose， 佢应该会撑人喺翻塞纳河度搞嘅。嗯，但系你话搞到咁鬼死大镬，哎呀，真系咧由呢个正面宣传变咗做负面宣传啊！咁应该搞好先开始啦，冇办法啦。哎呀，啲西人搞好去讲啊啫嘛，你要知道西人咧嗰啲嘅政策咧，就点样可以成为咗最高领导咧，就唔系靠做嘢，而系靠喺议会度吹水。所以咧，班西人咧向来咧就因为咁样嘅。嘅政治文化之下咧，就變咗養成咗一個習慣，就係講咗當做咗啊。係係啦。O K， 係啊，啱啦。咁工行內蒙分行啊，話一定同你講啊，銀行捉個捉啊，由東南西北都捉齊啦。原行長啊，其實不單止銀行嘅，連國防部都捉埋咧。係啦，咁啊嚇呢、這個大嘢啦，匯財局羅冰咸，係啊，咁啦，羅冰咸啊呢、這個質。量管理系统指控证据不足，即系话咧，佢就唔系间行整体有问题，咁啊吓，咁啊即系话咧，唔做到咁尽吓，唔逼死佢系嘛，只系啊吓，可能个别人员负责啦，睇嚟今次系咁啦，阴公。哎呀，嗱呢一单嘢咧就讲个恒大嗰一单啦，咁啊众所周知啦，恒大咧咁就啊啲数咧就疑似。就唔係咁到位啦個真實性，咁所以咧就講緊咧會唔會 PwC 咧會報呢個嘅 Arthur Andersen， 即係咧啊人類歷史上最大單啊嘅會計師流嘅醜聞咧當年搞 Enron 嗰單嘢咧就搞到 Arthur Andersen 執笠啊，咁啊睇嚟咧，既然話系統指控證據不足咧，咁啊睇嚟咧呢次 PwC 咧。都是被放一马，但是呢死罪可免，活罪睇嚟难要咯。是啦，生意就吓、啊，所以呢就财不广进啦，就财一百人，未必是生意问题嘅，谂住清洗咗呢啲人，就吓、啊、避免引火烧身啊嘛，系咪？就系咁啊。你放心啦，你喺呢个 PwC 度捞咗咁多年，你捱得嘅，出到去一定揾到工嘅。咁啊，揾到，不过唔知几多钱啫。好啦。咁所以中国全家强对四大审计公司嘅审查啦，咁样嘅情形啦。
就係、是、呢、這個就嚇冇啖好食噶啦，斷估就係、同埋咧，我估佢都可能會俾翻咧啲自己有內地嘅會計師樓做一個更加重要嘅工作咯，唔好下下啲西人做晒啊！是，係啦，睇嚟係咁噶啦。咁中證監咧就暫停啲券商轉融券業務嘅申請，有啲人咧要沽空嚟到沽空生意，一路申請就 cut 咗，唔俾人申請啦。咁希咦望喂，咁呢呢个個咧。都有方法地去令到个市场向翻上喎、系少咗人做，咁咪去剩翻几间行做啦，系咪咁讲先？哦。咦？你估少咗人冇意思噶嘛，系咪咁讲先？咁啊，作为一间行做晒啦，系嘛？只要有一间行都得噶，喂，咁啊，嗰啲就所以系冇阿意爷义啊呢高件事。度信任同埋高度 monitor 嘅行啦。可能系咁啦。跟住会财局咧，就系、是、美因个别事件担心呢个咧，香港会计界出现问题咁样。咁呢个好难嘅，呢、這个学啦吓。覺得啊 B 君之前講揾啲貓睇住個魚塘係咪咁啊搞嘅？反而呢個審計真係人工智能啊，唔係 AI 啦，真係你個系人都係啊，刁難啊，基本上。一定要好嘅呢、這个香港咧，第时呢头诶，第时香港会唔会发达咧，就话要睇呢个专业人士做得好唔好嘅。哦，係啦。系啊，你做唔好嘅话咧，我哋打烂自己嘅饭碗咧，就好大好 X 大镬噶啦。因为我谂而家你啲国家啲企业咧，而家好多公司话要排住队嚟香港上市，其中一个好可能嘅理由咧，就系国家信得过我哋香港嗰啲审计啊、会计啊、法律嗰啲睇实晒，监管机构睇实你啲企业啊，唔好俾佢系，哋咧跳落金鱼缸度鲨鱼比赛，咁即系佢想做呢样嘢咯。嗯，希望啦吓。冇错冇错。嗱咁啊，呢啲人工智能啊，就话几大高危行业啦吓。我哋上个星期又讲银行啦，今次又讲埋呢个会计师啦，因为领完嘢系啦，咁啊 programming 啦，咁啊呢几大高危行业啦。好啦，咁啦，官媒咧就改革有阵痛，咁啊吓。其实啊，吓你都知啦，金融改革啊，咁啊，咁多样嘢改革会触动到啲人嘅奶酪啦，咁啊，紧有人收入下跌啦，咁样，冇错，冇错。咁啊吓，但系都仍然要继续嘅，咁我谂啊，中国咁多人啊，点样行行都要做啲嘅，始终系嘛，不过一行唔好赚咁多咁解啫，或者影响到咁多人咁解啫，咁啊，应该系咁啦。摸着石子过河啦，总之呀。系啦，咁啊，广州放松港澳台外籍人士购房政策，咁呢个虽然系北上广深啊，港系其中一个啦，系咪咁讲先？但系啊，呢、這个都系要注意啦。冇错，冇错。系啦，因为咧，其实大陆系好多地同香港系唔同嘅，你不能够用香港嘅经验甩翻上去。我哋好多年前咧都讲过咧，呢、這个楼价系计到数嘅，除咗内地嘅楼价系计唔到数，唔知有冇印象啊？哎，我我哋哋讲开过好头多次好几个节啦，目。就系讲话咧，内地嗰个嘅租金咧，unreasonably 咁低啊，即系点零系啦，percent 咁样样，点顶得住啫？咁啊，结果咧就应咗我哋嘅讲法，点零 percent 梗系顶唔住啦。你 either 系呢个嘅租金提升，一系咧就系个楼价下跌，楼价结下果跌就啦，楼价下跌啦吓。咁啊，相对嚟讲咧，香岛咧就嗰个嘅租金咧3.0% 咧，其实就几合适嘅，其实。系啦，几合适咁啊！即系如果你话而家抵唔抵，而家就抵噶啦。其实你如果再惊，你惊呢个啲人租都交唔到咁样啫，即系又搵唔到食咁啊，梗系知知啦，唔使再谂噶啦。呢啲嘢都系咪？冇错，冇好错。啦，咁平安银行咧，你都知啲银行啊，风声鹤唳啦。上个星期报完之后，啲上海员工要搬去深圳，有一忽执咗笠，我听讲系咪 A 君吓？咦，阿 B 仔好似有系啲执料咗笠收到喺喎，呢系个啊。搬。诶，呢单嘢咧，其实主要就系平安银行嗰度嗰啲，原本佢个 IT 部咧就摆咗喺上海嘅，咁而家咧就搬翻嚟深圳，咁最主要嘅原因梗系悭租啦，限租系，梗系悭租啦。嗱，因为其实咧，大家知道平安集团咧，其实个总部咧就喺深圳嘅，咁大家香港人去深圳嘅时候咧，全深圳最高嗰栋嘅咪就系平安咯，咁梗系摆喺嗰度啦，仲去上海嗰度挤嘢咁多嘢咩？话大家可以睇得就紧啲啊嘛，个总部睇住你 IT 部。可能睇緊啲啦，係咪？咁啊，IT 似乎都系深圳啊，真系啊。我特登呢句説話咧留翻俾阿 B 君去講嘅，因為咧佢喺深圳住咧，就日日睇住最高嗰棟大廈就係平安。哦，系啊，好啦，跟住咧就系、是、
外资上去从中国抽走呢个156亿，咁唔系咩嘢？系嗰啲炒卖嗰啲啊吓，喂，咁呢样个啦。咧，我哋开麦前咧分析过，上个月走资咧 A 军有一个怀疑系点咧？啊。嗱，就系咧，我哋成日所提嗰个电池战啊，6月30号咧正式揼完之后嗰单嘢，就我哋中央咧揼赢咗呢个老美咁样样啦。咁啊，如果咧 A 军啊心地唔好，做一个假设性嘅问题啦，假设如果嗰时系老美占上风嘅话，又点算咧？咁肯咁定就揸变咗咧，几只中央嘅船啦。系啦，到时咧菲律宾咧就唔系同依家我同我哋中央讲和，依家菲律宾咧直头系讲到话，老美俾佢嗰啲嘅导弹啊，都话要9月拆咗佢啊嘛，到时9月加多几个航住我哋周围啊嘅沿海啊，然之后啊弯弯又话，哎，我今次咧就装咗咧呢个环太军演噶，你睇下我有只烂船咧就装咗埋去，我哋嗰度咧都有老美睇住啊，然之后咧就陆续有来，哇，到时嘅时候咧真系孤到七彩啊，仲有 A 军有个咧 observation 喎。咩？嗱，雖然咧就呢幾日港股咧都叫做我哋頭先 review 啦就話港股一個星期咧都係向下調啦，但係咧其實近呢兩日咧係踢翻上去少少嘅，唔知係咪咧就係有啲西人咧就已經收到料，就6月咧尾啦或者成個環亞軍演嗰度咧就有好多針對咧我哋中央嘅一啲嘅軍事行動，咁所以咧就呢排咧個交投咧成個6月啊。都系向下挫落去，兼且又慢又静咁样样。咁啊，但系咧，当呢个我哋中央啦赢咗啦，咁就开始咧踢翻上嚟，同埋开始活跃翻啲啊，希望系咁啦吓，正常你落注应该一人一啲嘅，应该一边一啲先啱嘅。你唔好净系听一边讲，到佢又输咗，你咪滔滔 loss。嗱，好啦，要噏翻一句说话，就系嗰句碧海深处硝烟浓。晚安，系即啊，系哦，嗰个段。我哋解放军啊，就喺6月30号嘅时候咧，就写咗呢两句啊，碧海深处硝烟浓，晚安。解读就系喺海嗰度，嘅离我哋中央比较远嘅地方，所以深处咁啊，硝烟浓嘅咁梗系同军事有关啦。晚安嘅意思即系我哋打赢咗，可以翻去瞓觉啦。咁样好啦，咁咧我哋上个星期 review 个新能源车，原来6月内地咧成个市场增加30%，真系好似好抵嘅吓，咁样啲车咁抵，咁啊支持住呢个生产啦吓，呢个时候就而6月 CPI 升0.2啊，咁其实咧呢个通胀太低都系好似血压咁太低，份人都唔系几精神，但都系系事零实点二，我觉嚟嘅。得几健康，annualize 翻都2.0%，好 OK 喎。我又唔知佢系咪 annualize 翻喎。OK。今年上半年 CPI 按年升0.1%，嗱，其实老实讲都系嗰啲多次嘅位啦。哎呀，升0.1又啱啱唔使缩咁样我又啊。明解明解。不过 PPI 跌咧，就代表做厂咧就辛苦啊。我做厂系啦，啲成本平咗，你去货都麻麻地啦，啊，应该系咁啦。咁腾讯咧薪资改革咩事咧？咪又减人工？原来唔系。佢將原本啲第13个月糧啊，嗰啲咁樣嘅獎金咧，就攤勻喺12个月，正正經經咁樣出幾多糧啊，出幾多糧，正咦，正但經系經呢啦。个方法咪留人方面有啲问题咯，即系我个个月都已经收到，我年尾嗰份粮就唔会坐到尾噶咯。咁你调转头，你做人啊公道啲啫，你咁黏住人哋咩意思咧？系咪？可能就系国富裕嘅谂法咧，系咪？咪即系换一句说话，会唔会就系代表咧腾讯咧就少咗一啲好大类似呢个嘅王者荣耀嗰啲嘅 project 喺手咧？哇！谂到咁远，呢、這个我都未联系到两件事情唔系喎。因为嗰种我王者荣耀讲俾咧啲好有夸啲嘢。张嘅，就啲人啲月薪就fair 嘅月薪啦。但系当王者荣耀一爆咗出嚟之后咧，最坚嗰啲人系收120个月嘅 B 仔噶嘛。哦。但系你咁样做嘅时候，就对成个嘅社会其实都即系我政府国家去谂嗰啲嘢咧，通常去谂成个社会嗰个反应嘅问题嘅，即系你咁样王者荣耀一个 game 咁样爆咁多个月薪，其实系对成个社会嘅震荡系会大咯，即系嗰个冲击嚟咧，哇！你做个人可以赚咁多钱嘅咩？同埋其实佢唔系好想啲人挤咁多精神，花咁多精力咧，摆喺啲游戏度啊嘛，呢啲其实 not very productive 噶嘛，唔系，系好嘅生产力，呢个都呢啲啱系。嘅。
係啊，咁所以其實即係你係會影響嗰個社會嘅文化，所以佢講佢係想喐呢樣。嗱，不過咧，呢個咧就A 君嘅補充啦，或者估計啦，就係因為《王者榮耀》嗰單嘢咧太過多人注目啊，咁所以咧就變咗你係咪都要出糧俾人啦？喂，咁啊不如唔使一劑過咁樣啦，咁啊平時 analyse 多啲嘅，增加佢哋啲底薪啊，咁樣個個月出多啲咁樣樣啦，又或者佢可能咧對嚟緊嗰啲嘅收入嚟講咧，嗰個嘅估算啊，都覺得已經係穩定翻好多，唔需要全部擠晒喺個 project 尾咁樣樣去谷慶佢啦。因為原來谷慶佢咧就成為咗眾矢之的，反而仲多人咧去報道你哋嘅，咁啊唔好做頭條啦，咁啊所以就平時出翻啦，咁樣樣橫掂都計到數，系啦，呢、這个都系职都係一场個藝術。啱啦。好啦，以总理咁停火协议咁倾紧啦，好似好掂咁样，但系需容许义军恢复作战，哎呀，点唔搞啊？掂即系啊！呢、停咩啊？這个嗱，呢、這个咧系我睇翻咧7月8号剪出嚟啦。嗰阵咧系曾经讲过咧，呢、這个哈马 B 咧系有大让步嘅，但系近呢2日已经再揼过啦吓。系啦，黐线嘅咁样讲嚟做咩咧？咁呢个北约咧，亦都系指控中国咧，帮俄罗斯就俾乌克兰喎。咁讲完之后，可能就又喐手又制裁啊，咁样啊，或者帮下敦实拉下票咁样喎。嗱就咁樣嘅，因為咧北約咧就7月9号到11号啦，又開峰會啦。咁我講到明咧，就係有幾樣嘢要做噶啦。第一嘅就係緩烏啦，第二咧咁就係懟啊呢一個嘅幫助俄羅斯嗰啲嘅國家就要出聲噶啦。第三樣嘢咧就係咧 extend 到去咧呢個亞太地區咁樣樣，咁所以叫埋咧岸居文雄啊，同埋隕石坑啊嗰啲咁啊碌出嚟咁樣樣嘅。咁啊，既然啦。三個 agenda，咁其中一個話要防一防啲幫助俄羅斯嘅國家啦，咁梗係會懟我哋中央噶啦。不過 A 軍咧就比較樂觀少少，第一北約咧就真係一個軍事組織啦。咁你懟我出聲嘅，咁我中央咪出翻聲去 defence 咯。咁系 defence 完之後，你可以做啲咩先？你又唔係一個 trade union，你唔通罰我啊？啦，唔知系咪要制裁咧？唯一谂到就系、是。制裁唔到佢噶，佢系一个嘅军事联盟，又唔系 trade union。我讲讲下就会啦，有呢个诶，冯咩恩啊嘛，搞搞下我就唔有噶得啦啦。不过我估咧就要制裁就唔使咩理由都得嘅，亦都制裁睇下你制裁啲咩啦。话晒中国咧，依家都系咧呢个嘅全世界最大嘅工业制成品国，呢、这个嘅排第二到排第十啊，应该系都唔够中央多。系啦，跟住咧，韩国咯，原来咧点解咁多人去旅行咧？原来走货啊！即系我哋中国人都每一刻都揾钱嘅啦，所以你要留意啦。点解咁难呢个竞争呢？咁你香港商户你知道，你嘅对手每一刻都谂住揾钱。其实之前嚟香港好似旅游买好多嘢，其实佢都系走货啫嘛。你有冇谂系，过梗啊？系啦，几箱嘢，都仲唔系走水货咩？喂，我哋系香港人啊，几廿年前啊，去日本旅行啊，都系走水货啦。系，你又讲得好啱啦。只不过经济发展到唔同阶段嘅啫。咁系韓咯。國唔俾人哋咁走貨啦，咁啊旅行團又冇啦，咁咧同埋沙特阿美又發債60亿美金，哇！啲人搶啊5倍超額認購啊，陰公啊，似乎買沙特阿美嘅債券安全過買美債都咁滯喎，陰梗公系真咯，咪就系咁样滥发发。沙特阿你大把油啊，大佬。啱啊起碼有還係咪？系咯。咁啊波叔就話啦，原來咧我哋嘅資產管理規模咧達到31万亿啦，去年咁啊增長2.1。咁啊，有機會係啲回報嚟嘅。咁講真嗰句，係咪？咁 啦，Sorry 啊，今次 A 君咧又要讲比较衰少少嘅嘢，我好似啲日本仔咁咯，點咧？我唔系好 feel 到。哦，係啊，咁可能係回報嚟啦。咁但不係过咧，呢个咧，同你即系香港好多时候咧，系好似啲钱成日激流过香港，但系个问题就系你能唔能够望到啲钱咁解啫？好似打机咁样咧，啲钱系咁跌落嚟嘅时候咧，成日好成功地避开晒所有啲钱嘅时候，咁就好大镬嘅。咁而家都有啲系咁样啦，咁我都话有旅客你啊谂办法留多啲啊嘛，系咪？客都冇你先至，你就真系冇办法啦，系咪？Internet 旁咁边啊，嘅观众咧，谂一谂个插图。我哋上一集咧就影住啦，就系有一个哥哥拧转头望住个日经指数，咁就好似冇乜 feel 咁样样。你将 A 君个头咧整落去咧，就会见到噶啦吓。我见到呢个31万亿，我冇乜 feel。
系啦，咁其实咧呢个私人银行同埋私人财富管理咧都做得唔错啊。其实较22年咧，啲钱流入咧增长超过3.4倍啊，咁哦，样原啦。来去咗 PB 嗰度。系啦，啱啦，嗰啲人系买啲稳阵嘢，你未跟我赌嘅，而家是咁样嘅，喂，买咁美又债变咗就未咧。必系港股有关咯，真系香港嘅 AUM。如果啲 AUM 买咁好多九唔搭八嘅嘢咯，买好多美债啦，我估系咪？或者甚美至国乎佢可能高连息啲啊财嘛？富管理嗰啲都落埋去，咁就唔同啦。系啦，除咗呢个做金融可以搵啲钱之外咧，原来咧考 DSE 都可以搵钱啊！终于有个财路啦阴公。咁啲大学咧就系话咧用呢个升升嚟奖钱啊，一科5星星有8000蚊，咁呢个香港中大就算数啦咁吓。咁啊原来廉政公哦呢个因为咧呢、這个呢、這个中大就算啦，咁啊唯一逻辑上啊同港大同科大争学生啫咁。因为啲排名低啲嘅院校都俾钱咧，咁啊值得商榷啦。咁你会唔会为咗几廿万一个满5星星嘅状元走去排啲排名低几十位嘅 likely 咧？呢、这个真系梗系好唔会啦，难讲啦。系啦，出嚟做出嚟揾工嘅时候，你又知道有分别嘅啦。系 啦，啱啦。咁啊，呢、这个同内地一样，香港都经历经济转型期。咁其实就转型都系嘅，就算做金融跳水都唔系以前跳水啦。就算可以继续做到逻辑，应该系咁样嘅，系咪？错，冇错。咁啊，系啦。咁啊，而呢个市场要活化，金融市场活化都要谂啦，系咪？咁以前咧，我哋嗰啲港人标榜自己有创意，我成日都话噶。你有时话自己有创意啊、醒目啊、识走位啊，咁你而家点解冇嘅系咪先？你而家啲去咗边度？系其咪实先？咧，我真系有样嘢想夹好耐啦。港人有创意呢句说话咧，我细细个嘅时候咧都曾经信过嘅。后屘我先发现一样嘢，讲呢句说话嗰啲人咧都几冇创意啊！人哋话港人有创意，你就话系。系啦，咁佢就系，总之跟住一齐做两送三送咁样啦，咁人哋好难做嘅。其实我想讲话咧，港人有创意，譬如你话嗰啲嘅电影也好，呢个嘅影音也好，咁样样，喂，你系嗰阵有佢独特环境，令到你揾到钱，而揾到钱嘅时候，就自然咧就成大扎人才啊，中咗埋去，就显示到你好劲。但系揾到钱嗰啲方法咧，并唔净止系你个 product，即系你嘅创意嘅问题，仲有好多咧配套嘅。咁啊，嗰啲配套咧的而且确系以前我哋好有 advantage，依家系冇咗嘅。咁啊，變咗就係咪咁關咩咩創意事咧？咁樣樣有關係，始終創意係 product 嚟噶嘛。但係其他嗰啲 channel 啊，以至 competition 啊嗰啲嘢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考慮咯。系啦，但系要留意翻啦，咁呢个咧，其实转型另一个原因咧，点解啲商铺冇帮衬啊？我同呢个做生意人倾过偈，佢话原来而家吹嘢咧，你以前咧买啲衫翻嚟卖啊，诸如此类嗰啲，好多生意都做唔到，因为网球太劲个啦，因为个网去络晒太赌。劲。系啦，咁你咧喺开间店咧，即系冇乜嘢可以做啊，系啲服务同埋咩饮食业嗰啲买啲嘢都好鬼难搞啦，已经开始咁啦。咁香港消费者信心下降啦，咁啊，因为好合逻辑嘅啫，咁层楼就跌咗价，咁你咧供楼嘅支出又上升，咁你又手头冇咁缩宽裕，跟住你又谂咩咧？你又谂退休个窟窿又再大啲，咁你梗悭啲使啦，好简单啫，系同咪埋我谂又系嗰句啊，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 啊，即系你肯消费咧，系 assume 紧你有一个 stream of income 系系啦。好稳定嘅，同依家嘅位都又可以类比嘅。但系头先咧，思君咧讲咗好重要嘅，第一，香港人真系咧越嚟越岁数平均年龄高咗啦。咁以前唔需要谂嘅退休问题就开始要度，此其一。其二嘅就系依家都讲啦，转型期啦。你转型期咧就 uncertainty 高，咁好难再相信自己咧个 stream of income 咁 stable。尤其是啊香港嚟打，即系之前嗰啲嘅比较掂嗰啲行业啦，你譬如金融业都开始烦啦。我就听过啊，有啲 IBD 咧，即系investment banking 嗰边嘅 department 咧，新入职咧唔够三皮嘢咯。哦，呢、這个 OK 啦都冇生意呢排，但系咧呢、這个情形咧就系话，咁你对香港嘅基本信心，其实你要留意啦。香港系呢一个首先咧个，如果你讲地产咧，租嗰个腰都系有啦，之前讲过啦，冇错，冇同错。埋呢个低税同埋钱可以自由出入，我谂内地冇一点可以比较噶啦。
你太淡就蝦嘢噶啦，我提醒你啦，你睇得太淡，你就今次就蝦嘢啦。就正如03年，点解你唔买呢？你嗰阵时怨自己03年点解唔买呢？嗱，今日个情形个气氛同03年就一样，咁你点解而家唔买呢？你个问题就系一模一样呢个问题啦，你睇唔到冇都希系望。我啦，我哋香港咧个自由市场啲钱系咁流啦，都系个问题就系我哋到底攞唔攞到一个网去网住啲钱，点解啫嘛？佢嚟咁啊，流嘅时候。系啦，阿波叔佢都话有噶啦，其实已经嗱，波叔同你讲咗，数咗手指啦嗱，咁所以咧，如果咧嗱，你话内地嗰啲，你就要谂啦。但系香港其实都可以考虑啊，即系因素比较合逻辑同平衡啲嘅。咁而家建设立即刻用公司买啦，大额嗰啲内地客即刻入市啦。咁你咧系得天独厚咩意思咧？你內地全部個啊城市嗰啲啊樓價跌，咁但係呢個香港都係仲有客噶啦，所以我哋就話呢個未絕就係咁嘅意思啦。你不能夠睇到絕你就見唔到啦。咁二手樓價指數跌3周，創7年半新低啦。咁之前新貴啊，1年前係嘛，一兩年前新貴啊嘛，而家平咗你買唔買到啊？買唔到啊嘛。系咪先？所以我同你讲过呢一个系动态噶嘛，佢系同你个经济收入活动成比例噶嘛，你明唔明？佢平咗，你系冇可能幻想个情况系你啲人工照加楼价跌啦，呢件事不存在噶嘛。所以上车嘅难度系固定噶，我同你讲过，上车难度系固定嘅，你记住，佢平咗几多钱一尺，但系个问题你当时梗系周身都唔掂啦。所以咧，你见嗰啲人发达系点咧？当人人都喺度腾紧嘅时候咧，佢唔知做乜，揾到条财路啊！譬如走呢、這个吓、啊、免税产品又好，点都好咧，人人都唔掂嘅时候，佢无端端揾到钱，嗰条友就真系发达噶啦。咁但系人人揾钱嘅时候，你都一齐揾钱，咁冇啊，咁啊齐上齐落嘅啫，都系咁样啦。咁所以咧，你又系洗牌啦，又系嗰样啦，咁啦，所咁以要你就留意 relative 呢个世界啊。系啦，同埋呢个资金自由出入同低税就系得呢个点，呢、這个点嘅地系非常之有限啊！我提翻你。呢、这、一個你思考嘅邏輯係點啊？至於你買邊個點啊？睇下你嘅人生嘅經歷啦，你揀咩位置買，其實同你人生嘅經歷好大嘅關係啊！觀察咗咁多人就係咁啦。哇！Internet 旁边嘅观众咧，就记得咧就 hold 翻住咧，啊，我哋啊同阿思君啊讲开嗰啲嘅买楼嘅一啲嘅重要嘅秘诀，咁啊等大家咧就唔好咧咁容易咧就虾嘢啊。For example，我哋成日强调一点，个 location 咧就系、是、啊要去翻啊呢最 prime 嘅 job，行路过去10分钟内行到啊呢、这个 principle 啊，以至咧大家要 identify 到边啲系 prime job 啊，唔好见到哎呀金融业嗰边啊掂啊系 back office 嚟噶，所以上唔到去噶，咁啊变咗咧有好多嘅 principle 咧，大家都要留意翻阿思君啊。系啦，咁你啟德我就即系你新樓一件事啦，我就睇唔到佢有咩活動嘅。其實講真嗰句，你明啊？即系佢冇活動，冇租務津貼嘅員工喺附近，咁距離租務津貼員工係非常之遠，翻工嘅地方我只能咁講。咁啊，有租務津貼嘅員工其實只係得九龍站同中環嘅啫，咁佢嘅擴散非常之有限嘅，我只能咁同你講啦。冇错好啦，冇错，咁记跟住住咧。啊，唔喺唔啱嘅时候买咗间唔啱嘅楼咧，啊，你最少咧要用10年嘅时间去填翻呢个唔啱嘅 decision 嘅吓。咁你升慢啲啫，咁你就算今次嘅经验咧，嗰啲远嘅地方升得劲，你要转翻嚟核心区嚟噶。我之前都提过啲朋友啊，你系譬如你新界远呢啲地方升得咁劲，同九龙都差唔多价钱，或者同香港都差唔多价钱啦，梗系即刻转啦，唔好谂咁多嘢啊，锁住嗰个价值。不过问题系当时嗰个使费太高啊，其实吓咁样嗰个辣椒，金管局咧就请啲投资经理管佢啲钱啦。咁因为有人咧就诟病佢回报低啦，断股系咪？拆出嚟睇下得唔得咁样。咁但系咧，其实我哋嘅 MPF 都俾人诟病啊，揾啲外资嚟投啊，投到唔知去咗边度啊，或者搞乜鬼。咁呢单嘢80间啊，好容易虾嘢啊，咁实中啊，系咪？哇，咁啊，金管局咧聘啲外资管理咧，咁又唔够胆 comment 啦，咁话唔定就帮到手。不过咧，MPF 嗰度咧就有几样咧，A 君就略略提一提啦。咁啊，第一样嘢就系咧，顶你嗰个嘅management fee 1.5% 都够胆收我，条街都冇啦，系咪啊？玩大嘢佬你强制嘅，你凭咩收我1.5% 啊？你其他嗰啲 retail 分啊，都系收1.5%，但系1.5%人哋系点啊？你估 fund manager 落晒啊？其中有差唔多成半啊，掟翻去俾啲中 sales 介嗰啊，度噶嘛，系啊，唉，
咁你依家唔使俾中介，你收我1.5，你冇嘢啊，大佬，仲要唔系系冇好嘢，冇嘢。consistent 咁 flow 入嚟嘅。你 retail fund 嗰啲啊，个市唔好嘅，你真系话走就走，你 MPF 冇得走、啊，你咁样样收我1.5%，我真系妈妈声啊。不过咁啊，仲有一样嘢咧，就更加抵死啊。呢排 performance 唔好咧，仲有个新 excuse 啊。咩事呢？你 MPF 要我等咁多落港股资产噶嘛？港股而家跌紧，我识飞啊！系啊嘛，咁啊真系知知啦，系咪？系啦，跟住咯，阿泽钜佢就话啦，佢李氏家族都喺香港设立家族办公室，咁似乎一连串嘅安排咧，令到呢个家族办公室喺香港好吸引啊，应该会系咁咯。所以我唔使咁灰啊！系啦，咁啊，另外咧，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咧就话咧，令到咧企业容易迁拆落户香港咁样，咁啦，都尽晒力噶啦。但系你都去，你其实你知道呢、这个吓、啊、西人嗰边佢都唔系计数噶，你做咩都用途都唔太大啊。呢君我都认为，喂，其实呢个好重要啊！呢、这个点咩？主要咧，嗱有几样嘢嘅。第一咧，就系我哋香港本身咧，系竟然到而家都未有法例咧，系俾公司迁拆嘅。咁所以咧，而家就讲紧就系话要鼓励翻啲，即系我哋要立翻一个迁拆嘅制度出嚟。咁啊，预计咧就年底嘅时候咧，即系第4季啦，准备立法会准备休会啦吓。第4季咧就应该会上立法会准备搞迁拆嘅嘢噶啦。咁咧呢、这个迁拆嗰个重点咧，就系、是、咧，因为成以往咧，香港有好多富豪发咗达之后咧，就好中意将啲公司咧就搬咗过去咧，呢啲百慕达啊，嗰啲 Virgin Island 啊，Cayman Island 啊，Isle of Man 啊等等呢啲咁嘅地方度嘅，好多系啦。咁咧就啲富豪咧开头嘅时候就，哎，嗰、那个地方避税啊，容易啲啊，巴拉巴拉咁样，就梗系就搬咗去啦。咁但系咧，当啲富豪就两脚一伸之后咧，佢嘅啲后人咧就知哪嘢啦。因为咧，你嗰啲咁嘅富啲人要去搞呢个遗产啊，嗰度可能会有遗产税啦，你要揾当地律师同你搞啦，你仲要飞过去同你搞啦。咁咧，嗰度咧就真系可以系无底洞嚟噶。咁就开始大镬噶啦，咁所以你搞迁拆嘅，其实系帮到啲香港嗰啲富豪嘅后代，亦都当然啦，亦都有其他原因，就系因为其实咧香港有其他嘅免税，即系呢个系官方嘅理由啦。香港有好多官方嘅，即系有咯企业咧，香港有好多即系免税嘅优惠嘅，咁你鼓励啲企业过嚟迁拆嘅话，咁其实都系帮香港吸到啲钱过嚟啦。咁即系佢呢个讲法，头先嗰个咧就系、是。unofficial 嘅讲法，遗产问题，unofficial 讲法，official 讲法，大家吸引多啲公司过嚟香港啦，交翻俾大家。大家要记住，BVI 咧其实就百慕达嘅，我哋细细个都听过有百慕达三角啦。啲人又话去到咧就话唔知点样样迷失方向啊，跟住就唔知碌咗去咩黑洞啊。记住，你嚿钱都随时碌咗去百慕达黑洞啊。就消失啦，系系咪？啦，跟住见到啲外星人，原来唔系外星人，系鬼佬嚟嘅，哦，咁分咗样，你啲钱。好啦，跟住咧，本港中小企上月营商气氛进一步减弱，咁呢个你需要留意啦。饮食业咧就系觉得好大压力，话咗你噶啦，你整多啲两餸饭，担保你有出路啊，得唔得先？好啦，31.1跌到33.3，你唔可以用呢个赛道噶嘛，你明嘛？系用呢个咯，赛道，人哋点可以俾多啲钱你赚呢？虽然中环都收到成嚿水一个两三餸饭，咪听我。但系咧，我又要做衰，认自己衰仔啊！咩事我上咧？个礼拜咧就翻咗内地北上寻欢啦，咁啊食2餐啦。咁啊第一餐咧就有啲海鲜咧，就个服务员帮我剥埋虾壳咯。咁嘅咩？男第二人嚟餐噶，咧就唔烧系几烤好啦。咯，系。跟住就帮我哋烧埋咯。哦，咁唔得嘅，人哋啲人工平啲，呢、这个又要留意嘅，呢、这哎个有呀，啲办法嘅。佢摸蝦殼咧，嗰餐係呢個嘅放題啊，日式放題啊，咁佢戴住個手套，跟住幫嗰只個殼比較厚嗰啲蝦啦，對嗰啲蝦種咧特別厚殼，跟住佢幫只蝦做完 massage 之後咧，就一嘢撲咗出嚟。咁啊，如果我哋咧普通人咧冇戴手套嘅話，隨時斬親手咧，咁我哦，仲傷因添。为太特别佢咩啫？呢、这个係 OK 啊。嘅呢、这个啊，其实系啊，呢、这个
內地有間咩燒牛肉鋪都好鬼死正，好好食㗎。哎呀，真係黐線啊！哎呀，所以真系呢度咧，香島我都早個零兩個星期都喺香島消費咧，都有間 OK 嘅，都 recommend 咗啲 friend 過去，但系咧睇嚟都性價比都要再發力啲去追。你同佢玩性价比，你玩唔掂啊！你要同佢玩呢个你嘅技，你技艺超群啊！知唔知我咩吓？技艺超群，你嘅烹饪啊、见识啊、国际嘅食材你都用到嘅，要又行或呢、者这个。咧玩 identity，例如咧呢啲嘢咧就系边度嚟。咁样样咧，去等人哋觉得食完之后身份会高咗。系，哎啱啊，就系呢啲嘢啦，系体验喂，系仲有重一要。个，第一个可以大家考虑嘅就系我哋香港，反正啲服务都系咁，你食曳嘢啦，你宣传咧，你就我哋呢个服诶餐厅嘅服务咧，就系特别曳。嗱，好似咧佐敦嗰间咁嘅澳楼嗰间嘢咧，摆明出名系啲服务乞人憎噶，但系唔知点解次次都成日排长龙，我次次见到佢经过都见到排长。我真系使，即系你呢啲咪香港特色咯，系咪先？系即系啦，你讲紧喺呢你个煎蛋嘅炒蛋伦啊，煎蛋敦炒蛋，嘅通粉咩？伦敦咩唐人街嗰间旺记咁样样出咗名，服务差。哦，系啊，都系一个体验嚟嘅。你知你谂下呢啲嘢啦，总之吓，你唔可以同人哋行嗰啲咁嘅菜道啦。咪 即系其实睇下头先玩嗰啲咧，服务差咧都系一个 identity 嚟嘅。我系试过度服务差，有得同人讲啊。系 咁都得系嘛？系 啦。系，跟住汇控。據報調整投資銀行業務，咁啊，佢講到咁多隱晦，重組唔知係咪即係裁員講盡啦？咁汇丰个 IBD 就向来都特别渣嘅，該行為嗱呢個重點啊，為利率下降做準備，因為利率下降嘅時候咧，佢嘅收入會大減啦，啊，會影響佢跨國銀行嘅利潤，咁樣講，嗱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咁啊，即係財源廣進啦，斷股係咪咁講先？咁咧，係啦，但係佢重點咧，佢嘅判斷係利率就嚟下降啦。咁你個利率下降咧，嗱，包公就冇講過啊，但係強調，但係咧，其實我哋嘅判斷咧係真係搞唔掂個美債係冇得揀之下，唔係睇經濟冇得揀之下要印銀紙減息，係冇啦，錯，就係咁佢啦。都放晒口風話唔使睇2% 啦，開始。係啦，咁但係咧，亦都係佢最後呢一個咧。可能都非常之啊，努力咁逼中央喐手开火啊，要逼走中央啲钱，逼得走咧，佢就唔使减息啦。冇所以呢錯。个牌咧，其实佢系好 critical 嘅。如果中央啊、咩南海啊、东北啊一劈嗰啲搞到开火咧，咁啊减息就遥遥无期啦，所以就我哋咧，嗰次啦。電池戰咧喺6月尾度發生，絕非偶然，因為真係等錢使。系啦，佢逼啲钱翻去，其实我哋讲嗰啲年头都已经讲呢个策略噶啦，就系咁啦。咁到最后咧，就保持希望，你又不能够悲观，一路再悲观嘅，系咪？我哋都唔系太乐观啫，我哋都好持平，系咪咁讲先？冇錯，冇錯。咁因为咧，你见到两个彩虹啊，应该系个吉兆嚟嘅，系嘛？生命满希望，系嘛？就系咁啦。嗱，记住啊，双彩虹咧先至叫做霓虹嘅，哦，系咩？系啊，一条叫做红，两条就霓虹，哦，咁样，系有啲中文都 OK 噶，我都未听过呢样嘢，犀利犀利吓！系啦系啦，咁啊，所以大家咧都越嚟越红啊，系啦，咁啊，讲到嚟呢度啦噃，又系嗰句，深噏下。中央同香港都话要转型，咁啊，转型咧，其实就系条水喉应该唔同啦，系咪？但系中央啊，咁多人口应该系点啊？应该系全部都系行行都要发展先可以吸收晒啲人啊嘛，系咪？冇错冇错，就同咁埋啦。转型咧，头先阿 B 君咧都讲咗啦，嗱，谂住去啊 BVI 啊，吓动嚟噶，赚翻你几廿年，到你一个8年归老，跟住咧啲后人就唔知点算，所以都系嚟翻香岛啦。所以 A 君我依家虽然唔系好 feel 到咧，啲财富管理多咗咁多，你再嚟多啲，我就会 feel 到噶啦，双彩虹啊嘛。系啦，啱啦，系啦，所以咧，你啊呢个双彩虹同埋明天有希望都同大家讲埋啊，所以大家真要黐住港理台，正所谓有港理台，冇冇穷穷人人啊！啊，今日讲到咁上下，下个星期再见，拜拜。拜拜。拜。